而且这是一封密信，而且的，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够破。是，马哥在小子一切要求。啊，是，迅速联系锦衣卫，通报剑门大。哎哎，可是老爷，可是这个老爷，要不咱们先稳一下，你查一下，看一下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啊，晓得。这是咱们该查的吗？管得听，问得着的吗？是是是，谁敢了？是是是，人家吃肉，咱在这喝口汤，就他妈赌局。 你愿不愿意出去透透气儿啊？不做。意下如何？王宁，如果我在安迪阳去破案，晚上是不是还得回到这儿啊？哎呦，这可麻烦你在本县衙过夜。不能破案。你会想吗？偶尔还会想我吗？ 是白羊座的，你比较贪财。啊，你是双子座的，爱钱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给我看看。你狮子座的，贪财。我的，那我的。给我看看。你是水瓶座的，更爱财。天道的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犯了什么罪过。 民女冤枉了，大人。这个，这美女，我看呐，也没那么大可疑。哎，你看她那可怜样啊！哎，以后啊，咱们还可以登门造访，再行抚慰一下，这才是。老爷，老爷，就是他。大人，宋大人早安。杨守臣，快把圣旨给我拿出来。大人啊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嗯。 你知道当今皇上是谁吗？大胆！哎哎，爹，听这小子说的吗？下面的话有点长，我们先看一段小片段。我说的，我传说中的娇妻贤妻，明朝的狗仔队报道一样不靠谱。跟他回家，家暴极有可能发生。难道还是监狱比较适合我？Oh my god！ 监狱居然是我杨秋实唯一可以安心的场所，太酷毙了！我要回家。他这样沉思，老娘还是第一次见到。你往日温柔了许多，是老娘新换的桂花油让他心生。 泼皮，喊什么呢？官爷，快走！哎，这位大婶，你底下藏了什么秘密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领导，您贵姓啊？都叫我大板牙，你叫我大爷就行。你大爷，缘分。不是，两位领导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这位大婶不正经。哦，不，不对，是不正常，他夹带私货，就在底下。你们去搜，你们要是搜不出来，我叫做什么都行。 我要到底下去的话，我保佑你们，打麻将多赢钱。二叔不行吗？你吓死我了！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不哭啊不哭。那个，你好，我叫冯小雪，请问老娘把我……那个，我把我相公带回家，好不啦？杨夫人，这放走朝廷重犯，可是重罪呀。 停停停停！你把周礼那段说下去。长四下是四人，府四人，史二人，图八十人，大府下大府二人，上是四人，下是八人，府四人，史八人。哎，等一下，天佑见闻，回朝可待。哎，杨兄弟，虽圣人，亦有所不知也。 你是一只喵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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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这太准了。
就是金牛座。我就说别人怎么都讨厌我，原来我是处女座。哎呦，杨兄，那我是什么星座呢？你是处女座。杨兄之前不是说过夏日生人才多是处女座，可我乃是……我跟你说了，你是处女座，你就是处女座，你全家都是处女座。哦，那杨兄，你是什么星座？问题的，我再弱弱的问一句，你是我老婆吧？好你个杨秋池，你连老娘都不认识啊！我不管，一句话，必须跟我回家，必须要告诉老娘，你最近到底都干了什么破事儿？还是你想死在这儿啊？你，咱们可以好好谈谈，但是谈的是用嘴，不是用刀，咱们别这么暴力，咱们用和平的解决方式。行了，你给我少啰嗦，就问你一句话，走不走？有啊，为官之道嘛，是不是？这本官也很为难呢。你看来这女子确实不像胡三的图谋之人。是是是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回家以后可不能四处乱走啊。嗯，好啊。这是因为本官会随时到你家去查访的。哎，老人。你呀，先带他回去，我去找老爷。好，走走走，走吧，你快走，你别胡来啊，别胡来。哎，兄台，这什么呀？兄台，你我真是狭路遇贵人呐。什么？这就是咱们的活路呀！哎，你干干啊，兄台。放了，放人，放人！哎，老爷，慢点！这不行，我得死，活着着路实在是太慢了。我一死就回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！哎，兄台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哎，他冒犯白小姐的细节，细节，人都招了，还要什么细节？你流氓啊你！这是科学精神，你们这帮封建主义者！哎呀，行，不说了。还有，你们的那个上刑的方式实在是太不人道，太不人性化了。根据动作心理学还有微表情的经验，我可以断驳说，那个管家胡三就是胡言乱语。一盏茶的时间到了，老爷，你夫人来看您了。我夫人？是啊，嫂夫人，我有娇妻。那个，哎，我帅吗？啊！哎，行，你赶紧滚粗，没你什么事，你一边待着去。哎，走走走。相公，我给您送吃食来了。哎，娘子，杨秋实，你老老实实告诉老。我就，你就是畜生！你去干什么？说。我就冒犯了他，我就，结果我把他那什么了。小伙子，既然你都看见了，雷也招了。时辰也对，你还想说什么啊？不对，你想想，他根本就没有说串。晋文帝朱允炆承袭而后，岂料登基不久即大肆削藩，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，竟然臣服。晋文帝自此音讯全无，其余党仍四下暴乱。当今的皇上是忧心忡忡，对此事是严加防范，严厉打击，都没活路。可是这线索难寻，哎，呜呼哀哉！找不到问题，找不到答案。杨秋池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可是，我是处男座。怪不得你我。